另外一場很重要的就是今到期合愛明是跟馬仔結婚的。我呢個掣咁突，點點發得㗎？呢個掣點樣可以遵守啊？九七一六，講你啊！唔怪之你成日話收愛明啦。嚟嚟，講翻啲中年嘅事。咁都係中人網，正正就想多啲人聽啦。咁啊，阿蕭生希望要求啊，愛明除咗喺不急凍奇俠裏面咧有一個角色咧，喺紫荊俠強烈要求愛明喺紫荊俠裏面同周秀娜有對手戲，蘇氏要試好唔好啊？多謝曬嚇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第一其中一個就係愛明，不過另外一場好緊要咧，就急凍奇俠啦，愛明咧係同阿馬仔結婚嘅。我呢個掣咁突嘅，點發得㗎？呢個掣點樣可以遵守啊？咁嬌大鑊嘅，然 have 好似笑片嚟喎。然 have 哦，識嘅個，生死不二喎。邊個可以應承一樣咁嘅嘢？你哋以前冇應承過？冇喎，以前係扣個頭算啦。中意離婚咧就離婚，即係有七七之條。即係你而家講呢啲嘢咧，係咪係離婚嘅理由喎？以前呢啲七七之條。邊邊你覺得睇有冇一個位置？以前係第一可以三妻四妾啦，冇包括你一妻一世之外嘅人。第二就係七七之條咧，係有口舌，你多嘢講。妒忌，即係你呷醋，不時庸夫，獨自家屋家話唔好，惡疾有病，呢啲合法可以炒得一個老婆，冇仔女生。